水晶腹肌，水晶腹肌，OK。好了，那女主角，好吧，系啦，眉刀子，眉刀子出嚟啦。你平时咧都好中意听一啲中国风嘅演奏咧？你平时喜欢听中国风啊？喜欢啊！哎呀，我这个。大主角嘅那个。 時期，當我回想翻呢件事嘅時候，你都好多人問及我呢個問題。你覺得Anders，你覺得呢件事係咪一個仇視罪行咧？你覺得佢係咪因為你係啱，或者係壞，或者你甚至乎係一個民主意義所以去襲擊你？其實我睇呢件事，我唔覺得自己係一個受害者。